在。直播了。好，一个人进来了。直播开始。江江好。我们现在开始直播了。好。Hello. 这是今天第二天，然后也是最后一天，然后这是现场排队的观众这样子。早安，郭悠悠，来，郭悠悠再跟你打招呼。大姐。郭悠悠二碗没有来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二碗。对。啊，阿郎牛肉面现在直播中，哦，跟你的粉丝说 hello。Hello. 来，三合院茶之人 ，Hello， 现在直播中这样子。啊，小鱼干哦，异军突起的小鱼干这样子。哎呀 ，Hello， 你又来了。来，好，我们穿上了。好，哦，还穿衣，还带衣服来哎。大家要穿吗？他是我们昨天的 VIP， 今天又来第二次了。小时候已经回台北了，他回去台北上他的那个吉他课，所以今天是。今天是我跟大家直播哦，小 VIP 来了，好。来，我们来访问一下 T 粉，来，为什么今天又再来第二次？我昨天算错了。什么意思叫算错？我不想把我的豪华组让给别人。哦，所以又再多买豪华组，跟你说你是对的，因为我们现在只昨天卖了超多豪华组出去。我们还把光管的一些量也拨来这里这样子，所以昨天卖了好几千组豪华组，现在现场只剩不到200盒，所以你们现在还有机会，所以而且豪华组在 Booking 买可以那个送实验室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不想把我的让给人。好，不要把你让给人，这是正确的决定哦。阿郎牛肉干那边刚刚你也帮忙订了多少盒啊？你豪华组都订了多少盒？啊，25盒，是因为这里可以怎样？这可以有实验室啊，都是免费送实验室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超赞。所以现场这里啊，只剩不到200多盒，昨天卖了2000多盒出去喽。所以大家请锁定，只有今天才有这个。然后，来，请问一下，你来这边是买什么的？豪华组是吧？聪明，只有今天有豪华组有这种实验室，今天买不到豪华组的，就只好明天的网络直播了。明天也不错啊，明天有送卫生棉护垫。大家在嘲笑是怎样？才不要是不是？爱看有没有听到？才不要。好，然后吃水果干。大家很想去，今天还开哦，今天12点来开，然后也可以来这边吃这很好吃的水果干哦。水果干吃到饱，吃到饱。哦，水果干吃到饱，这么好哦。尽量来吃。OK， 来这边，我们今天呢、把摊位摆在外面，摆在门口，是因为与其大家在等待，那还不如就是说让大家可以试吃这样子。啊，昨天江江好的生意也非常好，他也这样子，就是江母来这边，然后想要。试吃吃到饱的那个牛肉干，这里也都有。当buffet吃。对，当buffet吃这样子。然后三合院的茶包，今天他们也做了冷泡茶给大家这样子。一二三宝王子会在官网做活动吗？我们回去讨论看看，因为还不确定呢。看我们心情，因为我们专心的在做这个 party 的准备，完全没有时间备货这样子。哇，还有这个姜冰奶茶是因为加姜啊、对、哦、这是姜的冰奶茶，老板试试看、我来喝看看，来我们来直播一下这个、这个是冰的，对等一下，所以冰的加姜是不是？对，就是这个奶茶加冰里面就泡冰的，就可以，那它的姜味就被压下来了。不错，不会那么呛哎。对，可以喝，把放回去。好，今天来这边也可以喝到那个姜茶，是冰奶茶加姜哦。今天现场排队人还没有太长哦，昨天是排了百人以上，今天正排队应该是半个小时就可以进场了，所以还 OK。所以请大家踊跃，货只剩这些而已，就是现货组的奢华组只剩这些，然后。这里没有了也不用失望，明天还有一些货，还有2000多组在网络上，大概5分钟就可以卖完吧。
所以明天8:45请上网。然后买不到现货2000多组的，明天早上8:45的啊，你们也可以预购啊，也 OK 啊，预购只需要等一个月而已啦，还好啦，反正你们家里都那么多，对不对？昨天排太长，我承认，昨天真的是排很久，大家平均等待时间可能都要1.5小时到2小时这样子。然后这是我们做的这个这次的墙，今天就会拆掉了。你这个就跟参展一样，我们大概是2天的展，然后就把这一次的，就是说，把这次我们品牌的核心精神跟为什么去旅行，给大家知道。然后就是现场。目前为止吉星是因为接下来吉星是要断货了齁，我们要产品更升级，所以吉星是接下来只剩不到10万片的履带，把这些履带用完，我们就会从此就不会再有了。所以现场的请把握机会，或者是请叫你们高雄的朋友赶快冲来这里，今天还到晚上6-7点吧。我觉得可以，这是一个名字的。哦，所以你一个人买这些吗？啊，我可以反问一下你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一个人买这些 ，OK。嗯，火力强大。所以你光10片就已经有9片了。对，还带妈妈来啊，这么孝顺。现在从台东去买得到豪华组吗？嗯，有点难哦。以我们这样被扫货的速度，可能有点难。对，机器是要拜拜了。没错，来反问一下，你想要来买什么？买豪华组。买豪华组，哎，大家都在买豪华组，聪明，因为送实验室，对不对？我们才不要爱康的。好了，不是，不要来攻击爱康，也很不错，爱康也很不错。对，只是说这是高雄乡亲们的福利。你们是高雄人吧？是。OK OK， 昨天很多从桃园的啦，然后台中的都会过来这样子。所以刚刚访问的这几个大家都是要买豪华组哦，所以对 Shiny 2幸好昨天买到豪华组了，所以请大家把握今天最后的机会， Booking 接下来就要整个休息，然后我也要休息，我们下个礼拜就要去澳洲度假了，所以吉星是还有吉星现场还有吉星现场还有，我们限制没有，还好啦，没有限制，只是让里面的人有比较好的消费体验，才不会抢来抢去，让造成受伤。黄淑华，你还在宜兰啊？你现在来也来不及了啦。今天实验室送什么功效？哎，好问题耶，我问一下，我插嘴一下，实验室今天送什么功效？今天是多元生态，都有，哦，都有。OK， 你哦，你今天买苹果？我是洗脑大队，我真的，因为昨天已经带五组了。对，带五组，五组奢华的吗？他现在在考虑要不要再带五组，再带五组还是十组这样子？大家加油哦！每个人来都是至少五组10组起跳这样。对。阿郎牛肉干他还带走了25组，昨天最佳记录是一个人带走了50组，50组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干嘛，他是批发商吗？所以有人帮忙代购吗？我相信现场很多人。会留言，应该有蛮多现场的基本会现场可以帮你代购，你也可以请在下面留言去帮大家代购，我们 OK。 今天排队人潮还好哦，所以应该是我觉得啦，2:30以前来应该都还买得到奢华组的现货。王品馨你不用加入了，你的老公会帮你买，所以他跟我私人交情，对。好，在高雄赖南街177号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子哦。今天就是直播完成，请真的再跟你说，买不到的请不要扼腕，现货组的奢华组在那个明天早上8:45我们会直播。嗯，然后在离开之前跟你介绍一下这个墙啊。这次旅行对不对？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今年是因为上架的，就是说博马雪博马勒博马歇，那它是全世界最奢华的五星级，它不是饭店，全世界最下面这是五星级饭店叫 Four Seasons， 上面这是勒博马歇，全是 LVMH 集团的
的百货公司。那它是第一家百货公司啊，可以就是说，定制不二价的价格哈，在100年前，然后还设定了就是老公的阅读室，让老婆好好的阅，就是 shopping 没有压力这样子。然后又因为我们有得奖，我们今年又得了2个奖，然后想要说把这样子的荣耀，然后带回来给台湾，让全世界知道说台湾有这个。也是有能力做出好产品，在世界最顶级的地方贩售这样子。那这个冲动就是讲我咯。这其实文字都不是我写的啦，我不会写这么 gay bye 的文字，这是 Amy 写的。然后像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就突然想到说，今年做了那么多国外的事情，然后一直没有机会跟台湾的粉丝互动，然后我们美容展也忙到台北美容展没有空去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年就想说，我们走出粉专，然后就是说借由旅游旅行这个东西，然后跟你们有更亲密的，就是说情感的连结这样。哇，你看这个人，你看这个人，这个人买多少啊？你买多少组豪华组？好像6个吧。6组哦，每个都是6组起跳，5组、6组起跳，每个都很疯。好，介绍一下豪华组好了，为什么这些人买那么多豪华组？来，看一下豪华组好了。豪华组当然就是因为我们有10片的雪藻，对不对？10片，那这雪藻在英国一片是350块起跳哈，8块欧元。然后就是说今年得了2个大奖嘛，世界就是最佳面膜奖，就是打败了全世界的大品牌这样子。然后还得了另一个 Pure Beauty 最佳抗老产品的银奖这样子，面膜奖得世界第一，然后最佳抗老产品得世界第二这样子。然后除了10片的豪华组以外，那还有5片的丰毒，这是去年的最佳抗老的金牌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杀了猪用猪皮做的胶原蛋白，我开玩笑的，是鱼，我们胶原蛋白不是用我们家那只猪啊。然后还有保湿的5片的那个生物纤维的海洋啊，然后最后还有5片的不雕花蜡菊，所以这加起来有四种是 Le Bon Marché， 加起来20片是在乐佛马歇贩售的，那一片都是10块欧元起跳。然后呢，这边呢是10片的雪藻啊，这是今年在冬天是乳霜哦，乳霜雪藻啊，是那个雪藻好用的，请给我爱心好不好？是不是你们大家都用过？给我雪藻爱心，你们用过雪藻吧？有用过雪藻就知道说这个乳霜啊，跟一般的剂型完全不一样啊。我们平常的精华剂型比较透明清爽的，可是这个非常适合冬天，非常适合哦。爱心还出现了，谢谢你们有用过乳霜就知道它有多厉害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它这个啊，雪藻就是它很不黏腻啊，颠覆你一般对乳霜的这个既定概念这样子。现场找人敷面膜，有没有人想要找人敷面膜的？王玉竹，你有没有？你素颜 ，OK， 来，素颜的来，不行啊！你帮一，素颜的来。我没有素颜在镜头过。好，那就是今天的，为了公司来，为了素颜来，我们的校长帮校长夫人敷面膜来，我们很少看到他们如此亲密的画面。你平常洗啊，我是摸定银安，然后恰。然后一副那种气呀呀的样子，这样子恰给样子。今天终于乳霜进行啊，乳霜进行是怎样来？你看很浓稠，是有没有像你老公的这么浓稠？完全不油不腻，完全跟我老公的不一样。而且我可以拿来敷全身，为什么我要听你的话？来，你明天的呀，今天他忘了化妆，结果被我 cue 到。来啦，素颜的 OK 啦。记得先把满满的精华液。抹在脸上跟老公的都不一样。老公，你可以拆快一点吗？我刚刚真的本来要去洗头跟化妆的。哦，大家来笑嗨嗨哦。好，你素颜也 OK 啦。他平常每天啊，这种公共场所啊，他一定都要化妆。今天难得逮到他没有化妆，你会发现他做一件事情。他是先敷精华液之后，然后再放面膜上去，这样子的效果会更加倍哦。等于是把精华液闷在这片面膜里面。对，又一个没有洗头的，他们家的人真的很不爱洗头。
没有偶像包。可是你看，你看他敷啊的手法，完全超级熟练，练不掉。因为我已经敷成精了，而且其实我只用这个生物纤维。我刚刚脸好小，那乌嘞？真的吗？你水肿？那我有什么海？爱情海？你有什么海啊？我也要一个什么海？啊，爱心海，惊讶赫啦，惊讶，你有海咪咪，我刚刚海咪咪，哎、欸，人数冲高呢，真的还假的？人数冲高呢，你出来了 ，OK， 你出来，那你等一下破四百人，我就给你看我的海咪咪。不是这样，我其实平常真的不是这样子的。四百人就有这个哦，他来天马上献出这个胸膜。他老公同意吗？校长敷，超过四百人马上敷。海咪咪，你的人数超过胶原蛋白了啦！真的，所以我干掉周谨慎嘞。我刚刚有成功，就是推坑十组那个豪华组，是因为我跟他讲说康氏美现在一片129，然后你只要买十片，你就可以拿去卖康氏美的人。对哈、哦，你要去卖康氏美，对。对放去康氏美面前摆搭、啊，对不 对, 对？然后哦，超过250了，王韵祖，你是有人气的呢。我是对不对？可是周谨慎说，可是你没有海咪咪啊。我可以啦，其实我可以，我平常只是不好意思拿出来。对，我都已经敷了满满的精华液了，我还有什么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，由我们的校长夫人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罐一号霜，因为我们用的不是界面活性剂，所以我们用的是就是纯氨基酸。我们用的是纯氨基酸的，就是去做一个调和，所以你会发现你使用的时候，你的脸会不完全会不崩。那其实像我们出门啊，我都带一瓶，然后连小孩的头啊，全身都可以洗，是因为它是非常温和的，所以我非常推荐这一罐商品。所以你今天它为什么比较没有泡泡？因为天然的氨基酸它本身它起不起，哎、我们没有加。好小，好羡慕哦。我没有新介绍了，可以再讲多一点好话。它为什么会没有泡泡？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化学的起泡剂，所以让你在肌肤使用的时候，它没有太多的化学，就不会残留在肌肤里面，是吧？中佑哥哥，对，郭小鱼也说一号霜超好洗，很绵密，我都拿来洗小孩，真的很好用。来，喜欢一号霜，请给我们再按一次赞，好不好？好。对，因为这个东西平常一罐多少？950。950，所以你看，你光这个可以卖康氏美十片1290，再加950，其他的全部都是赠送给你 Le Bon Marché 最好的产品。对对，法国人，我们其实说真的，我们你的那个爱心海出来，你看，真的你的站海啊！而且我跟你说，我昨天是站在门口，然后大家都叫我 Doctor Wang， 因为你有什么问题，你就直接来找我解决。然后你买不到货，你怎么办呢？要修哎。我不知道你那么穿的齁，真的齁，400就有这个，你跟我没洗头，400就有这个。可是我没有洗头耶、欸、OK 吗？ OK， 好，五分钟你们看效果，我好像有一点上瘾。五分钟等一下啦，你要再给它久一点啦、啊、10分钟。对啊，这个原价是多少？来，校长夫人跟大家讲一下哪一个原价。这个这一整组的奢华组的原价，这一整组的原价是9000块，然后我们今天2200，我觉得聪明的你一定要带，是因为一片算下来，我数学这么不好，我数学这么不好都算得出来，一片好像才70块不到。嗯，对，所以我真心建议你，光说真的，光是请人家代工啊，就差不多这个价格了啦。没错，而且我一直说，我们一年其实才会特卖一次，那其实这个平常在官网也不会做贩售，所以你可以带回去，我都会建议人家用鸡尾酒疗法，就是你不要每天。你每天要针对你不同的肌肤去做使用，像我今天肌肤比较干，我就可以用乳霜剂型。那肌肤没有用过我们家的产品，你一定要先用海洋去做肌肤的保湿。那当你肌肤已经达到补水的效果之后，再用胶原蛋白或是用蜂毒去做抗老。我会用鸡尾酒疗法，我会让肌肤比较快达到你想要的效果。OK， 北部没有办法到现场，觉得好可惜。其实没有关系，因为明天早上我们就是刻意让北部的人羡慕住在南部的好处这样子。嗯，然后明天早上8:45一样还是可以买到这个奢华组哦。其实只有少三片实验室没有关系啦，不用那么斤斤计较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一定闹钟没有错，而且我劝你最好是用手机买，比较不会塞车，因为手机要 upload 的一些资讯比较少这样子。
越看越难受，怎么那么想要，怎么那么服帖？我怕我等一下拿下来，他们会更难受，还是我又自爽，我又失一笔。大家都，所以我觉得你以后啊，就出门就这样子就好了。因为大家都说你上面膜比较正呢、欸，往收紧正这样说。收紧正我都没说，你昨天到底是真插音还是假插音吧？到底有没有插电？好。祝高雄真幸福！哎，对，请大家分享这段影片好吗？分享这段影片的话，我们今天再额外再抽，好、哦，到底中多少来？再抽五个奢华组给你们好不好？你们现场没有奢华组哈？来，广子来介绍一下。等一下，你跟广子在一起一胚，因为等一下还要交往吗？哎，不是的哈。来，广子来介绍一下。嘿，介绍来，今天广子也是很红的哈。来，光子今天穿这件衣服是昨天拿的，我觉得他很自私，他拿了一件粉红色，我连我自己都没有粉红色的。来，你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如果你怎么跟不知道奢华组的人介绍一下奢华组的奢华组吗？奢华组的话，它主要的话，它里面都是生物纤维的布膜。那一般人的皮肤构成是50纳米，可是生物纤维的话，它可以吸到20纳米，所以它可以把精华液带到肌肤的很底层。所以说，其实当你敷一片的话，效果其实可以持续一个礼拜左右。对我来说，持续多久？对我来说可以持续一个礼拜。一个礼拜。对，那自己有用吗？自己有用。嗯，对啊。那我自己的话，其实蛮喜欢雪藻的，因为它一般人我觉得乳霜的话，它会油腻，可是它其实它不会，这一款它不会，它很清爽，它很快就吸收完了。对啊，那它保湿效果也非常的好。这、就是我对乳霜雪藻的一个我使用后的一个感想。对啊，那你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吗？除了没有洗头以外，你觉得洗头是大问题耶？没有问你那么多。就是你其实在你们看哦，其实像有时候我们敷面膜的话，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有些地方敷不到？其实它真的是在厚薄度不一样啊，其实都跟那个生物纤维它发酵过程有关。但其实它并不影响它的功效，对，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很多人啊，没有使用过生物纤维面膜，会觉得为什么厚薄度不均？那其实是发酵过程的关系哦。所以它并不是品质不好，而是这个是椰子发酵，椰子汁发酵的东西，它本来就无法像布一样很好去监控，就是说，这个它的厚度。哦，买多少？来，你买了几组？4组。四组就很重，那怎么没有带驼兽来？没有，我都去逛街了。好 ，OK， 每个人都是4-5组起跳哦。老板，可以帮我签名吗？等一下，我现在是在直播，等一下。那、你是昨天来过了吗？怎么今天要再来？等我们直播一下下。来买豪华组。来买豪华组，又要买啊？昨天买几组？只有2组，因为线上已经买完了啊。OK， 所以今天还要再来，就对了。买了，这些都是你的、啊。一部分。哦 ，OK， 好，谢谢你们哦。对，明天请官网买哦。来，光印组、哦，有人知道，叫他不重要，叫他不重要。对，好来，现在听到接下来揭晓了，素颜的来。来，他大概敷了多久？大概10分钟了吧？10分钟了吗？应该有10分钟了。好，我真的没有素颜。哦，路易斯，你要再来加码哦？你确定吗？你昨天买超多哎。好，我们现在揭晓了，比较明亮吗？你卖球啦，卖球是哎呦，真的比较亮。其实面膜为什么一开始敷了就会比较亮？你知道原因吗？本身它最主要是里面它的精华液，它在我们这10分钟之内，它用加压式的直接帮我们就是让肌肤强迫吸收，所以它里面玻尿酸把你的肌肤撑饱之后，你的肌肤就会变得比较透亮。是哈、哦。对，有吧？有，超美的。可是你今天哇，还是没有破400人，海咪咪没有办法露出来。那我要把它收起来了。Okay. 我很难想看亮亮的素颜啊，素颜结束呵，就是这样子。明天8:45，请锁定我们的官网，请用手机购买会比较不塞车。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啊？没有，就是小黄已经坐在公司 stand by 了。OK， 我们公司就是 stand by 了， okay. 因为。去年呢、啊、的最高纪录是瞬间有13,000人上我们的官网，所以明天只剩3000组，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。
13000人瞬间在网路上哦，所以这是去年的记录啦。那今年我们现货组只有3000组，买不到没有关系，还可以预购，预购只需要等一个月，还 OK， 对不对 okay, ？OK， 好，谢谢哦，皮肤好好，好美。我看一下，漂亮，好有光泽哦，来来来，谢谢。我也不错啊，我也不错、啊。对你不错，你不错。OK， 谢谢。你如果说在8:46买到的话，你应该就买得到了。好 ，OK， 就这样子哦， okay, 明早见哦，明早上网见，拜。完成。